有事当地哦，咁讲你唔使讲是什么事。师傅呀，我主天下之雷，你知个我是无相。怪我听言道，一个灵官点在今天的所在，你们所愿下官啊，太过大胆了，来到庙寺所在，如果方才伊对我的行为。当我爷爷在买手的，恐怕是怪凶器。我主下下罪，是怪小妹比较爱耍，唔捌代志，来到今天的所在，闹起起红伤，请你下罪啊！罢了，伊是你的小妹。是呀、啊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你叫我不要笑。明露名唤好翠琴，好翠琴，小小明露为何来到庙寺当中？你跟我阿兄同行，自细我就失了相亲，今日来到庙寺也是为着受乡下缘呐。你是受乡里来吗？啊，是呀、啊。要过方才我看你伫咧庙乌店里。哦，这不囡仔天生拢是爱花。哎呦爹，可是我想要来我那把花洞开，我看花名一个乌蝶强母，相生相对，真是令人感觉新鲜呐。小小乌蝶，和你的心情如此愉快，这是当然呐、啊。乌蝶相生相对，自由自在，天地之间。自由翱翔，有时阵我感觉真向往，这种的自由自在呀、啊。自由自在，确实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理想。但可惜，人的环境无同款，所有的代志都不相同。你一条命路，你无想清楚，你辛苦病吗？我谈到啥有讲啊？自细汉。我的父母尚不在，我已跟我的大哥相依为命。哪呢，皇上，你呢？算起来，在世的天下，你是九五至尊，你连在你之下，这种的日子，想必真为好哈。你知道我是九五至尊，你搁敢用种态度跟我讲话啊？九五至尊嘛是人啊。公公，你还有什么可能分辨吗？我只要看着我你，总是对我十分自敬。除了公公大叔，是连亲像你，我伫个家当天睡觉。公公大叔，哦，皇兄，你有心事有烦恼哈？当然要有心事，身为一国之尊。爱人的入住，我的照顾人不了，所有的市民，你的安全是我的责任。听你伫咧讲，我着知影，你的压力真大。可是你若是愿意，我愿意嘛。师兄陪伴你，谈天说地，听你讲你的心事。Oh,
的钱，我伫我的意料之内，一时一刻，唔知要如何回应。我是你国之尊，只要我能出资，我所讲的代志必定实现。如今，我要挑选你为妃，是你的荣幸。方才你的大哥也会当回转后宫，为做国母的身份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，公爷。以后我就会用心陪伴在你的身躯边了。无对。那安尼一切就听皇上安排了。然后，吹去。